乡亲啊，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曾妙宏曾教授哈，电机博士，今天来这和咱乡亲交换知识啦。啊，交换什么知识呢？Headline 从《神鬼交锋》这部电影看，诈骗惯犯蔡英文这个假博士真骗子啊！我们已经帮你找到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纳粹党的戈培尔宣传部长，说谎大王戈培尔。OK， 来。然后 headline 从《神鬼交锋》这部电影看，蔡英文，你这个诈骗惯犯，没博士当总统，我们已经帮你找到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就是纳粹党的戈培尔。来，是这样子啦，有一部电影叫做《神鬼交锋》啊，啊，这是哈。这是，里奥纳多·迪卡皮里奥主演的。这个人哈、哦，用尽了假身份，哦，假证件，骗尽了苍生呐、啊，嚯、哦，所有的荣华富贵都骗到身上去了。啊，事实上呢，台湾也有一个泥版的神鬼交锋啊，啊，骗到总统啊，这从上世纪骗到现在37年了。标准泥版的神鬼交锋，蔡英文这个东西哈，这一件 case 哈，如果再过3-5年之后哈，搞不好哈，好莱坞都准备把它拍成一部伟大的电影《神鬼交锋》，泥版的神鬼交锋哦。哎，那我们再讲了，那为什么从《神鬼交锋》看纳粹的戈培尔就是？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嘛，是这样子的。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蔡英文拿不出他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的签名嘛，搞不清楚是谁嘛。那我这样一讲，哎，戈培尔，纳粹党的戈培尔，因为今嘛很出奇哈、哦，本土政权的蔡英文哈、哦，标准呐、啊。踩着纳粹党的脚步在前进呢，哎，因这挂新潮流，以单脚为首的这挂新潮流，拢读册人呢。你要看嘛，每一个人都是哦，男的长得帅，女的长得漂亮，所有你在台湾的立法委员的选举里面，看到男的帅，女的漂亮的，你再去看他是民进党的，你不用去讲，那一定是哈新潮流系的啊。所以说哈。要看谁是新潮流系，你只要看哈、哦，男的帅，女的漂亮，是新潮流的年轻的，相当有潜力的，有潜力股的，那你就不用怀疑了，就是新潮流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啦，啊，和咱大家乡，和咱乡亲那里参考啦。啊，今麦来讲啦哈，哎、欸，最近的新闻一直在报哦，一个40几岁，清华大学的黄姓的女硕士啊。哎，这个更伟大。他哈、哦，他用清华大学的硕士生的身份哈、哦，去很多的公司去应聘呢，以护理的身份哈、哦、去应聘到呢，而且哈、哦、领到哈、哦、很优厚的薪水，不打紧，哎，连台积电的博士级的单亲博士哈、哦，哎，带着一个儿子。哎，也被骗了，连老公都骗上手了。结果呢，这个事与愿违。为什么？因为哈、哦，人一看他到公司上班，退票。为什么？能力不到嘛？奇怪，你的能力根本就不像是清华大学的硕士嘛？那还有，他骗到的台积电的博士，他的老公哎，怎么也发现？这个女的哈、哦，这个气质啦 ，potential 啊，根本不像一个哈、哦、女硕士嘛。最后再去问清华，原来又是碰到哈、哦、神鬼交锋了。也就是说哈、哦，他拿出来的学历跟他本身的 potential 以及 capability 啊、哦，
capacity 哈 ，cap 哎 cap capability 哦，能力不到。啊，跟咱即马来蔡英文同款，跟咱看即马你本身摕出来学历，看你本身摕出来成绩单吼，完全是两回事嘛。好啦，那这个黄信的伪清华大学的硕士，她的老公吼一看不对了，查证以后假的，跟她离婚。然后呢，公司呢也跟他切断关系，可能要他赔偿或者判刑哈、哦，1.5年呐、啊，哈、哦，哎，现在反而这些哈、哦、会骗人的哈、哦，哎，女生呢，像蔡英文这样是标准的神鬼交锋嘛，里奥纳多·迪卡皮里奥主演的那个神鬼交锋，标准泥版的神鬼交锋了、啊。那我们再看呐、啊，哎，这个国内呢，别看哦。拢掠出来呢，拢掠出来呢。啊，搁有一个，吼、哦，清大的硕士，他吼、哦、假扮自己是教授，然后办了一个夏令营，还有十几个大学生都被他骗了。哎，他收了一个人收6800，在清华大学办起夏令营，跟外界学生收钱，一个人6800，100个人就68万。他还骗了17、18个大学生。哎，这大学生哦，通通帮这个夏令营里面服务，他也拿到，也总共欠了人家25万。结果这个清华的硕士哈、哦，拿了68万呢，人间消失。这都是标准的哈、哦，神鬼交锋了。我拿出我的假证件，然后骗了啊，然后呢，现在国内这个黄姓的40几岁的单亲妈妈啊，别康啊，啊别康哈、哦，现在哈、哦、被抓起来了，被判刑了嘛。啊，前几天开庭了，你们不要一直跟着我，你们不要跟着我，这实在是诈骗惯犯了啊！如果讲诈骗惯犯的哈，啊，咱的目睭都很有看到37档，哎，诈骗惯犯嘛，你诈骗惯犯嘛，蔡英文嘛，啊，你们俩一个谁？你只知打苍蝇，啊，不知去打老虎了，啊，这是搞什么东西啊？台湾的司法，台湾的司法，所以说哈，我们要注意哈，蔡英文这个民进党现在是踩着纳税的脚步在往前进，因为戈培尔宣传部长啊，哎，天下就是被他骗出来的，天塌了就会骗出来，啊，他们蔡英文赶快了啊，所以说哦，我讲真的啦，戈培尔纳粹党戈培尔。要当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的话，绝对绰绰有余，绰绰有余。因为戈培尔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啊。哎，当初德国在二战、在一战以后，一直在赔款之下呢，他倡导哈、哦、日耳曼主义的那个民族主义哈、哦，哎，唤醒了所有德国的国魂呢、啊。哎，创造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强权呢、啊。看啊，这样哈、哦，拢用骗的，拢用骗的。啊，这个哈、哦，就是蔡英文因一挂民进党，因一挂民进党单局新潮流系列，因这挂民进党读册人，踩着纳税的脚步，再给台湾上一课。啊，所以说哈、哦。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所创下德国的繁荣的远景。哎，好歹哈、哦，戈培尔也是哲学博士，海德堡的哲学博士。蔡英文就像泥板神鬼交锋，这个新竹的黄姓的单亲妈妈一样啊，骗人呐、啊。但是呢，台湾人哈、哦、被他骗的哈、哦，跟真的一样啊。好，那现在哈、哦，哎，我现在再来讲哈、哦，昨天。我们本来哈、哦、规划，我跟贺德芬贺老师，我们规划礼拜一开始，就是昨天开始，我们要开宪法学堂的课。那这个宪法学堂的课最重要是要给蔡英文这个神泥板神鬼交锋的女主角哈、哦，你在台大法律系，你的本职学能，你根本是哈、哦、宪法学养不够嘛。把所有整个台湾的宪法全部都扭曲了，所以说贺德芬贺老师，正义女神贺德芬贺老师是要来给蔡英文补课的，补什么课？补宪法的课啊！昨天哈、哦，我昨天哈、哦，这个我跟
贺德温贺老师也好，我本来是说到外面的院子哈，有没有自然光线比较好？因为这种摄影的时候哈，自然光线是最漂亮的色彩啊。结果哈，因为结果一工作了六个小时，为什么？因为 Skype 本来是很单纯的 ，Skype 哈跟 Microsoft 把 Skype 并了以后呢，要修哦，啊 Skype 哈被 Microsoft 的行销哦全部 block 住，全部被他轰了啦。或我一下子 Skype 以前 Skype 的 password 一进去就可以进了，现在还要 Microsoft 的验证身份，有的没的。哦啊龙啊哈啊不然呢？我们录好的节目，贺老师他也充分准备啊。他昨天最重要讲的时候，他跟现在的总统蔡英文哦，打行政官司、打民事官司、打刑事官司，拢在压给啊，没有用。他要跟他打宪法官司啊。嚯、哦，这个正义女神贺德温，他是要跟蔡英文这个假博士、真骗子当总统。打宪法官司，我们来做宪法，大概敲起来好喝水。阿张哦，因为要 Skype 哈，所以我现在还要先跟那贺德温贺老师哈，这个正义女神道个歉。昨天录影都录得很好，就录完回来以后呢，本来哈 Skype 很简单，就把档案download下来，哇 ，Microsoft 把这个档案呢丢到云端去，哎。我就开始在找了，找了档案找不到啊，所以说我今天下午会哦 keep searching， 继续的研究，把这个档案叫出来，再把它补贴上去。但是因为哈、哦、昨天没有讲，今天再没有讲不行，所以我赶快来补上这一篇了，好、哦、补上这一篇，好、哦、从泥版的神鬼交锋看蔡英文，你这个剧情哦。你能够骗到台湾当总统这个剧情，我讲了，好莱坞绝对有兴趣。看台湾这么一个高水准的国家，博士9万多人，2300万人里面有9万多人是博士，硕士呢上百万人。这个泥版的神鬼交锋蔡英文这个假博士，他还能够骗得台湾人一愣一愣的。这是标准的泥板神鬼交锋啊！啊，所以说哈，我们乡亲参客了。来，结论，请乡亲哈，我哈做了400件第一版、400件第二版的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哈的衬衫，黑底白字，啊，黑底白字。那我们哈。就一直送乡亲，一直就那啊，有些团体哈、喔、来跟我要了，啊，要100件啊，寄到国外去了，啊，有的要30-50件，30-50件，那我是哈、喔，因为乡亲的资源哈、喔、有进来，但是依照这样运作下去哈、喔，可能哈、喔、这个软囊羞涩了啊，不过不要紧了，这个哈、喔、我想办法，人家要美国那边哈、喔、要100件呢，实在是哈、喔。因为我们哈、哦，声讨哈、哦、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我们是民间团体，讲句不好听的，没钱跟你贴，没钱跟你贴啦，哦啊，所以讲哈、哦，这个不是假，是都不是参与蔡英文哈、哦，是假国家机器。台湾有钱的、啊，台湾不是没有钱，只是贼太多了啊，全都在公门呐、啊，啊，咱这哈、哦。是民间，我那不是民间团体，我是吼《水浒传》看济吼，啊跳出来吼，安尼木两个啊吼，实在是看袂落去吼。啊，我自己是电机博士嘛，啊这种吼，这个实况转播上 YouTube 吼，是我很简单吼，得开拿来就解决。所以说吼，就吼看不爽，就像彭文正彭博士讲的。这个街头艺人呐、啊，啊，街头艺人现在还证书，党拢和你国家机器关掉了，啊，国家机器扣的钱要呢，专门去做娱乐哈，神鬼交锋哈、哦，泥板蔡英文的事情呐、啊，啊，所以讲哈、哦，咱们家个人雄心行出来讲起来哈，这个，你们如果 email 给我，甚至于哈、哦、传简讯给我，你们不要跟我讲说，哎，我可不可以跟你要，不要就是说哈、哦，直截了当，我。希望有这个泥板神鬼交锋的这个假博士真骗子蔡英文的 T 恤
哦啊，你要举荐，收件人、收件地址，这个简讯你也不要用简讯传过来。有时候我收得到，因为哈、哦，我发现呐、啊，我连 email、雅虎跟 MSN 的信箱，明明千真万确 email 出去哦，哇，怎么进入草稿箱啊？每一封都进入草稿箱啊！我的雅虎跟 Hotmail 哈、哦，但是哈、哦，你们进来的哈、哦，我有收得到啊，我收得到、哦，差不多十封里面，我预估十封里面可能有两三封我有收到，啊，但是呢，来问我说我可不可以要，啊，我是，哎、欸，你要跟我，你说你要 XL， 你要 L 各一件，可是你没有写收件人、收件地址，啊，我要寄给谁啊？啊，所以说哈、哦，直截了当哈、哦，啊要的哈、哦，啊这个，啊这个像那要100件的，要50件的，我可能比较哈、哦，没有办法象征性的哈、哦、5件，因为这边哈、哦、资源哈、哦、也有限，因为后面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某个地方也传过来，华侨不是在台湾也传过来，说520哈、哦，可能这个活动哈、哦、只在总统府里面执行，但是很重要的观念哦。我的好朋友郭宝胜、哦、郭宝胜他就在雅虎上，他又在 YouTube 上面直接讲了，说、哦、蓬佩奥美国的国务卿、啊、国务卿、啊、相当于人家行政院长了、哦、他要来台北这个看蔡英文的就职、啊欸、来这下大条了，我们、哦、永远在这边发声了，我们的主流媒体全部被国家机器掩盖，但是 YouTube 呢还多少？而且 YouTube 这个平台哈、哦，很多国外的乡亲哈、哦，把我们这个 YouTube 东西呢往国外换送了，但是能力还是有限。现在美国的行政院长蓬佩奥准备来台湾了，哎，520来台湾，那我们要把它搞大，我就说一定要搞大，哈、哦。甚至于哈，我可能会去做哈30面到50面的关东旗，非常大的关东旗，就像西门町台独大旗队那么大的关东旗。我们呢可能会找10个人，把中英文的贾博士曾骗子当总统，好，中英文的关东旗这么大一面，哎，大家哈就走到路上去，这个。在凯道，在总统府的周边，我们就拿着大旗，然后人潮通通涌进，然后呢穿着贾博士、曾骗子哈、哦、当总统，梅博士、曾骗哈、哦、黑底白字，我们的关东旗也准备做黑底白字，然后呢全部当路人甲、路人乙哈、哦，我们啊，所以说哈、哦，我们就这样做，我们要这样做，让蓬佩奥看清楚外面。若是 AIT 他们也看清楚了，台湾人对这个神鬼交锋、泥板神鬼交锋的蔡英文是如何的不满啊！所以说哈、哦，不是我而已啊，我不合理的怀疑啊，那817万票，我就说了，我就喊话了，我不相信那个817万票是正确的，我不相信是正确的啊！所以说哈、哦，英雄泥板。神鬼交锋，我们台湾难道要跟纳粹党一样吗？啊，反正他就当了啊，那对我们台湾也没有差嘛，所以说我们就继续干嘛，跟二战的时候的纳粹党，很多德国的百姓他们知道戈培尔在说谎，但是呢啊，阿伯哈，你要继续赔款吗？阿伯啊，那我们就变成德国的纳粹党。到时候德国的纳粹党把德国导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甚至亡国，这个阴间我想大家去看、啊、那台湾的泥板神鬼交锋蔡英文，那所有的司法单位包括司法部、司法监察院啊，甚至讲说监察院要给陈菊当，我来看我的啊，现在郭美瑞啊泥板神鬼交锋蔡英文，这个假博士真骗子，现在把台湾已经慢慢倒向纳粹过去的形式，他很厉害哦，很厉害哦，
现在哈，我刚刚也跟海外那边的人哈，透过哈电话 Skype 在讲，他说哈，现在台派整个被肢解成两个派系啊。第一个派系就是改革派，改革派呢，可能包括我、彭文正、林环强还有贺德芬，他们认为哈这是骗子，而且过去的四年他们是骗子，他们所什么什么司法改革、转型正义，全部都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两回事啊，完全是骗的、诈骗治国了。我就讲啊，诈骗治国哈，一定会有天谴报应的啦。然后另外一个台派呢，是哈，啊无你要支持国民党哦，国民党是要统一的，啊无吼，啊就像烂孙啊，含烂朋友啦，咱都反正哦，食一个较袂闹塞的。啊，我是感觉吼，台派吼现在非常清楚了，啊，很多老台派、老独派的。他们很多偏向你啊，无你变有韩国瑜者啊，你变有韩国瑜者啊，带来我多了倒差在啊，他没有想到整个选举的环境，所有他的竞争对手，罗清典，甚至于联署的李秀莲，都被蔡英文一挂哈神鬼交锋把他干掉了，让我们台湾人没有选择呢。所以说哈，我是比较偏向于哈改革，要清楚。台湾人在这个资讯时代，台湾单位面积上的博士、硕士可能全世界第一名。我们要改革，要清楚，要清楚。因为过去四年我们看清楚了，没有用的。他的政见的兑现完全没有做到。所以讲吼，以上是我曾淼宏詹教授电机博士，咱家看咱乡亲搞啊地形。台湾目前正在上演着泥版的神鬼交锋，您的看法呢？那蔡英文他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二话不说，戈培尔说谎纳税的宣传部长，说谎大王，就是当蔡英文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绝对绰绰有余。OK， 以上哦，看咱乡亲交换地形哦啊，如果哈、哦。海外那边哦，收到的 T 恤哦不够的话，我多。这有当时啊吼，那煮完要搞吼，咱就爱个吼爱倒贴啊，所以讲请咱乡亲吼多体谅。你若要100领吼，我可能给你10领、20领吼，啊无遐多啦。啊，所以讲因为煮完有限嘛，因为接下来的布旗吼，我们要去制作非常大的关东旗，然后旗杆。然后还有哈、哦，当场哈的人，有的没的那个咋那个开销啥的啦，所以讲哈、哦，甲咱乡亲多欠哈多欠，啊，若要 T 恤，你直接写你的人名、收件人、收件地址哦，就不要再问我了啊，我能够发出去就发出去，我有收到我就会发出去，哦 ，OK， 弟兄，甲咱乡亲搞完地址 ，OK，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